家人们，今天啊收了这么多的黄蟠桃，准备拿到市场上去卖。像这种黄蟠桃啊，现在卖的人比较多，而且啊，这种黄蟠桃它的味道甜，汁水多。咱们今天是第一次出摊，要不就卖8块钱一斤，咱们拿到市场上看看有没有人买。走，跟随小迪的镜头，咱们去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大哥要吗？8块一斤。叫什么桃子啊？这个黄蟠桃。是桃子，很好吃的。到的话有人领。阿姨要桃子不？桃子，黄蟠桃。很好吃，这个桃子8块。啊？啊，黄桃要不要？是的，8块一斤，不是自己种的吗？啊，自己从摘的啊，树上摘的啊。那这个好棒啊！这边的人都没见过啊，都没怎么吃过。要不要黄蟠桃？这边人都不太知道这个黄蟠桃，这个他们买的都是这种常规的这种桃子，这种黄蟠桃的话，他们这边人都没有吃过，所以说很多人他们就不太会去买，主要是因为不了解。其实这个桃子的话，它的这个汁水很多的，而且呢，里面的这个味道比较甜。这边人买的比较少。大姐要不要这个黄蟠桃？黄蟠桃要不要？大哥要不要黄蟠桃？8块一斤。啊？对，桃子。黄桃，这是黄蟠桃。就是今天把它给卖掉，不卖掉它就那个了，把这个给卖掉。阿姨，这个黄蟠桃8块一斤，要不？他们这边买菜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住在这周围的啊，都是这个本地的，住在周围的啊。这个是黄蟠桃，干嘛了？8块一斤。比较软，它一捏就坏了。要不要尝一尝？这个很好吃的。今天呢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卖了一上午了，然后一个桃子还没卖出去呢。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吧，因为刚才跟那个阿姨也聊了一下，她说这个桃子的话在他们这儿不好卖啊，说这个桃子因为他们这当地人吃的这个桃子不吃这种黄蟠桃，没见过。那我们要不就换一个地方把这些桃子看能不能卖掉，因为这个桃子不卖掉的话，今天过了以后可能就会坏掉，就会浪费掉。那我们再就是找找看啊，换个地方。阿姨要不要黄蟠桃？这个黄蟠桃你要不要？桃子很好吃，很甜的。这个8块钱一斤，很甜的这个桃。对，黄蟠桃。8块钱一斤，阿姨要不？很新鲜的，很新鲜。2两7。咱们开单吧。阿姨吃不吃黄桃啊？这个黄桃很甜的，阿姨，可以不？真的啊？对，你贴上面的一块吗？第一次看到这个。对，什么？播吧。管不了你。可以吧？桃子它不是说那种桃子，它跟那种桃子不一样，它就比较软，比较糯，好吃啊。可以吧，阿姨？就是这种品种，叫黄蟠桃。什么？你查一下，叫黄蟠桃。我称完你再称，好吧？我称完你再称，你放心。
天地之间有杆秤，这个秤做不了假的啊，是不是？这砝、这个不是砝码秤，不是那个电子秤，电子秤它可以加砝码，这个秤咱们加不了砝码，是不是？我称完你称。紧张了，紧张了，你哎呀，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，你。我一点点压力。你给我的压力太大了，阿姨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3块6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斤，这个是2斤的啊，我称完你再称，好吧？我称完你再。一点东西都没有。60后是最能吃苦的一代了。吃苦啊。是的，吃苦吃的最多的。就是嘛，啊。都给挣了钱了，都想着给孩子买房啊，都想着给孩子。哎，60后的人是不啦？不是你们啦，你们那些爸爸妈妈的。是的。啊、阿姨，吃不吃桃子？黄蟠桃，很漂亮的。黄蟠桃要不？啊？嗯。有啊。好。阿姨，你要吃桃子吗？黄蟠桃，很甜的，8块1斤。阿姨，你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很甜的。2斤1、2斤2、2斤3，2斤3两。哎呀，你需要带到我两百袋子啊？行，好好，谢谢阿姨。今天咱们桃子也算是卖光了。嗯，我觉得虽然一开始咱们早上的时候卖的不太顺利啊。但是经过咱们的努力呢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最后呢也是把这个黄桃给它卖完了。所以说遇到困难、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，我们应该多去积极努力的去想办法。我相信就是不管任何事情，只要咱们努力坚持的话，它都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。今天咱们就先这样，走吧。